destiny, shaking his hand, flipping the script, changing the plans. Up to the top and I'm taking the fans, making them jump, making them dance, making them jump, making them dance.早上5:30，今天呢又来个非常非常的铁人行程，就是我等一下要出国的，我要去澳门表演，但是非常硬的事就是今天只有去澳门一天，然后早上呢就要立马赶飞机回台湾，继续参与我们的球赛阿米趴，等一下6:00就要出发去机场，好，赶快准备，好的，我们要出发了，这是我的行李。因为只有一天，所以行李就一个小的行李，直接出发，里面两大套表演衣服，走。准备托运，现在是6:50。我们进来了。去贵宾室，是的。今天有人要带我去个免费的贵宾室。对，我跟你们讲，桃机里面第一航厦跟第二航厦都有一个就是免费的贵宾室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过。我真不知道。我现在就要带他去，走。我跟你讲，来，我要到了。这贵宾室是里面你有充电、有休息的地方，而且是免费的，然后甚至还有盥洗室、哺乳室。你如果想象中贵宾室，我赶快给大家看一下。环雅贵宾室，其实说贵宾室也不如说是一个比较舒适的休息区，里面可以充电，然后甚至有淋浴间。你通关完之后，跟着指示走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个免费的贵宾室了。我们就在这边休息一下，休息了一下，我们现在要去我们的登机门啦。哇，我机票上竟然有蜘蛛人呢！蜘蛛人，好可爱哦！这个背面也有。我们坐到我们的位置了，准备出发。我第一次搭新航空，它的位置超大，而且蛮舒服的，脚还有可以这样子。小短的，对，两个拳头的距离，好棒哦，好舒适哦。然后还后面的靠枕也是这种舒适的小靠枕，其实整体来说还蛮舒服的。前面的电视荧幕还有蜘蛛人，上面也可以看你要看电影还是你要听音乐精选节目都可以看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吃这个澳门皇宫海鲜坊，哇，我们要进去了，超大，超像一间很大很大的庙。我们现在进来的地方，其实外面看起来超像一间庙，然后现在这里就有一个观音，冷气在头上很冷哎，好好笑，我头很脑神经衰弱。是很像面这样，然后它这里是这样一卷一卷的。
的，我真的以为它是冰的哎，好吃吗？挖杏仁炖一个，好不好吃？这里是我们表演的地方，刚吃完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去彩排。我们今天的彩排只有一个小时，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。院子真的很大，非常大。我们的休息室，那一进到休息室就有零食饼干，好幸福哦！是今天的表演 round， 从这边开始就是我们乐天的，我们有满满的表演。这里有个超级大镜子，我们要准备排练，彩排 go。哦，我们要去我们的住宿地方了。我们今天住的是葡京人酒店，旁边就是 shopping mall， 可以自己自由的逛。我们的饮料有这个，也太可爱了吧！这是什么？麻将。来，你摸，你多少？你多少？你摸别的，你刚刚那已经摸过了。什么？搓牌，搓牌。请问这是多少？没有，要现脆配哦。护照来了，准备好了。请说。是铜还是？这很简单吧？我刚刚摸的时候就知道它是什么了。铜条万哪一个？锁。锁几锁？快点。少一锁，剩一个脆配，准备好了。二锁，哇，一二三，差一点，差太大了。它这个很好玩的是，它可以收集，来看一下以前这里。不可能收到整组啊，很难。我们要喝几杯？所以这个就是要买来让大家收集。对啊，很赞哎，打牌啦，晚上打牌。哇，这里好漂亮哦，真的很漂亮耶，喜欢喜欢。我漂亮吗？喜欢吗？是啦是啦，差太多了。给大家看一个很可爱的东西，来来来，你看，哇，我们这个角度可以看到熊大跟兔兔。你们不要这样，下雨天别坐在那了。好可爱哦，永远喝不完的茶。给大家看一下浴室、厕所，它的盥洗用具在这里，还有浴缸。我进来的时候被浴袍的挂法吓到，我觉得其实可以把它折好放旁边了，因为这边就可以放在这边了。这样真的会被吓到，一进来然后就是看到两件衣服掉在那边，有点恐怖。冰箱，来看一下冰箱有没有什么东西。空的，我还以为冰箱里会有东西。我知道，我就带我奶去。棒，棒。准备要去表演了，紧张紧张。我们今天住的饭店离我们表演地方超级近，走路就到，就在旁边。出发后台。超级市加油！
我们还有一支，加油加油加油！熊亮亮，看我的头发，棒球场加码表演。Liquor and die, giving them all that we got. Kick on the door, try to knock, but nobody answered. I'm going harder, taking my chances. I keep it moving, I keep advancing, keeping it gangster. Getting the perks and I'm happy to earn them. Mr. Ambitious, kill it, I'm vicious, Mr. Determined. Riding the storm, I focus on rainbow connections like Kermit. The world on my shoulders, it was a burden. Now I don't notice it ever turning. 来来来，准备准备，我们要上场了，董天福加油！今天晚就是要最后一场了，加油！终于回到饭店了，现在是凌晨2点，刚洗完就要准备睡觉了，所以整个洗完应该要3点了吧，我猜。
洗完澡了，大家晚安。大家早安，我们今天要来吃早餐啦。早餐就是港式茶餐厅。他已经第二盘了，那咖啡味跟台湾的不太一样，有澳门味，有澳味，有澳味。我觉得它是牛奶的部分比较不一样，但是你说哪里不一样，我还是有点说不上来。我没办法分出什么意式、什么豆啊、什么豆，没办法。燕麦粥，哦，看一下刘海，我喜欢，但它就是完全没有酱料味，吃起来黏黏滑滑。感觉像是搅得很碎很碎的粥，比较没有颗粒感的粥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名，因为 Rina 已经吃第二碗。对啊，这真的很好吃耶。9:15从饭店出发，现在9:30已经在机场准备通关了，累死了，等一下要赶回去球赛了，加油！菲菲好爽，菲菲没有球赛，啊，我们继续加油！哇，这里超可爱的，有蜘蛛人的行李吊牌可以免费拿，哎，立马带一个。蜘蛛人小鸡，我已经绑好了。刚刚菲菲看到一个很可爱的行李箱，然后是别人的，然后就给人家很想摸。哇，你真的很坏哎！怎么有这种人？孩子看起来想摸。有，对对对对对。摸两把。我们进来了，但是刚刚发生一些比较糗的事情，是我们两个都忘记把小剪刀跟修眉刀拿出来，结果在通关的时候就卡关了，好悲伤哦，直接剪刀被丢掉。对，就是因为你也没办法在行李托运了，所以只能就是现场丢掉，好吧？告诉重买喽。要出国的朋友一定要记得，就是你身上绝对不能带小剪刀等尖锐物品，都不能哦，要记得用托运的哦。现在澳门的天气在下雨，等准备上飞机，但是现在外面天气的雨超级超级大，好大的雨啊！要准备登机，要准备回台湾了。我们已经坐上飞机了，大家要准备起飞。我们今天坐的是逃生客位。这个位置脚就可以伸很长。我们昨天早上的班机就是只有两个拳头大，记得吗？在这里的话就可以整个伸长，非常大的距离。但是就是要注意，就因为我们坐的是逃生口的位置，对，所以如果没有如果，各位宾客，跟你们说，星宇航空的那飞行宣导真的超级有趣又可爱，很像在看皮克斯或迪士尼的动画，卡通角色带入。小孩子也会很喜欢。我们要回台湾了。Country like Willie, country like lightning and a hillbilly is mine. 我的宝马，他应该已经睡着了。我们瞬间张开眼睛，因为是瞬间的事。因为天气的关系，所以就是乱流乱流，现在就是一家晃晃晃晃的。现在看到金黄黄色。Don't mean a thing if it don't pass the test. If you can't sing along, it's here in my beer. Then don't forget your coat and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.
我舍不得吃，因为它的包装太可爱，所以我舍不得把它打开吃掉。今天一样又搭一次，所以呢，我来开给大家看里面是什么。里面是巧克力米香，好可爱哦！就这样小小圆圆的，可爱可爱。棒棒，巧克力米香，好吃。而且它这个分量也不会太多，里面总共四颗，刚刚吃了一颗，现在我手上一颗，大小刚刚好。这两天刚好看到乘客下去还特别跟空姐买，真的好吃，可以买，好吃。到台湾了，要冲球场了，冲！球场见。我们回到球场了，超快速的铁人澳门行，我们又回到台湾了。这次的行程虽然很赶又很紧，但是能够出国还是觉得挺开心的。虽然什么都没有玩到，觉得非常非常可惜，但是相信下次还有机会可以去澳门再来玩一次。那这次搭乘的星宇航空也非常的舒服，座位也很大，餐点也很好吃，所以这次旅途也玩得很开心。好啦，那等一下就要继续球赛咯，铁人行程结束。好啦，我们下一次影片见哦，拜拜。